你除非是大范围的转移球，你就是横传球啊，你就是给从这这头传那头，这个就有失误的机会，像刚才横传球撞了，否则的话你近距离的这个传球呢，它都有人来轮转换位补过来，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它的集体性。孙悦两罚两进，看一下这个，你看孙悦这个，他补过来时机多好，就是孙悦呢，他哎，孙悦和张腾涛的挡拆，张腾涛连续几次扣篮，都是这个非常漂亮的两个人的小挡拆，所以今天呢，奥神呢，无论从进攻，无论从防守上呢。这时间你看他跳起来，不由这底线球发了，这没翻那半场的。漂亮球！孙悦的这个后仰投篮现在真是又练出一个。球中呢，奥神队呢开始有点放松，因为在这前边呢已经领先了接近50分了，所以打的呢有点放松，进攻呢有点。现在我们看这组慢镜头啊，都是传球真漂亮，就是呢打得稍微有点放松了，对这个，所以呢让对方呢在5分多钟呢得了20分，他上半时这个打正面硬打打跟孙悦比他高一大块，下瞧这球传的真漂亮，哎，这就是，真漂亮，真漂亮，那俩人看这就是传的，哎，就跨着一步，哐当就扣了，这样的进球传的真好，配得上他这快头，对，得有气势，没弧度，跟那箭头子似的。这个，这是威尔顿，投了不少个了。他是今天这个哈布什瓦尔队的这个是头号得分手了，三分，哎呦，怎么打怎么有，怎么打怎么有。